头像，浪浪的头像，还没换。跟前面皮带一起不用，谢谢志宏的戳戳你。我忘记了，所以就先算了吧。不然我就要关掉直播。还是大家有很希望我现在立刻下去的话。鼻水没有鼻水啊，有这么执着的吗？你们一直提醒我，看起来很执着。点名点什么名？我没有点名啊。早上刚起床就是会卡卡的。公演的灯箱有啦，有看到蛮多个。早安。我就算长高，我也不知道我长高了没。公司没有量身高的机器，所以就没有，只能用那个尺吗？用那个卷尺量。好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因为没有在讲话，我的喉咙一直卡卡？也是用卷尺量，然后就更新光了。对，那个是用卷尺量的。
双下巴也不会比较高吧？除非你的后脑勺很高。没有，他应该没有每个人都量，我只是好奇，所以叫姐姐帮我量。所以每个人应该都不知道有没有长高。我想找酸痛贴布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谢谢数字家的阳光沙滩，我记得我好像有，但又不知道在哪里，好像有。我记得有，记得有。Hello， 好像有，因为我之前肩膀很痛，然后就去看医生，然后就有送，他就有给我酸痛贴布。对，只是我不记得我放在哪里。更知道酸痛吗？脚踝那边有点拉到，所以应该。想说就贴一下，想说可以贴一下，那应该过期了，应该没有过期吧？那个有这么快过期吗？谢谢什么会员日记。什么物理治疗？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。我想说可以贴一下，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客厅吗？来吵一下，可是这个用筋膜枪会痛耶。去吵一下。真的没有。
究竟是在何处？怎么可以没有？明明就记得我没有用完啊！是我妈藏起来。怎么可能会没有？它不是应该要跟一些药类放在一起吗？可是抽屉都有，抽屉都没有哎。虽然我刚刚没有认真翻。但是抽屉没有找到，记得它很大很大一包哎，藏起来了，怎么知道我放哪？对，客厅没有。药箱，可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药箱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在思考，因为它应该是在我换桌子以前就在了，但是我桌子换掉之后就不知道它放去哪，所以应该是我妈比较知道它在哪里。难道放浴室吗？应该不会放浴室吧。他丢了，他怎么可以丢掉那个东西？他怎么可以丢掉那个东西？不可以丢掉吧？不能拍到我的双下巴。真的没有啊？哎，已经把这个抽屉打开过。呀，没有啊，牙线棒、湿纸巾。真的没有，口罩、月历、百年历，这是游戏片啊，没有。木曜应援灯。快筛剂没有，记得我听过这边好像没有，然后这边有一堆 B 曲，在里面。No， 放回去，因为东西夹在一起，这我就不知道，东西有点杂，对吧？暖暖包。被套，如意，我真的是随便塞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什么？行动电源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护发油。现在是不需要的东西，就先放在这里。还有防护眼镜，防护眼镜，没有在这啊！哎呦，占空间。对啊，为什么有铜金绳？
看，纱布，纱布，为什么要纱布？没有哎，打火机，噔。没有，好嘞。嗯，还能放在哪里？这下面都是零食啊，没有东西。对，下面都是食物。他们怎么出现在百宝箱？所以我也不知道待在哪。嗯，微波炉没有吧？看起来是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，嗯，看起来是没有啊，看起来是没有，还是它会在冰箱里？不可能吧？不会在冰箱里吗？可能冰起来。泡面。嗯。看起来是没有。看起来是被丢掉了。看起来是被丢掉了。放弃吧。厕所也没有。厕所也没有，没有ですね。放弃。就是买，我每次都是觉得家里有，所以我才没有买啊。但是就是没有。当我觉得有的时候，就是没有。哼。要去拿他的那个什么油来抹，哎，那个很臭哎，不想用那个。很臭的。油，薄荷油，可舒缓因轻微碰撞或扭伤引起之肌肉或关节疼痛。在哪里有？涂抹四分之一毫升是多少？稍微碰撞，是我也不知道是哪里。那个真的很丑，哼！什么倒在手上吗？倒在脚上？会不会等一下整个地毯都是？
最快吗？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一块。揉一揉，我妈都很喜欢用这个揉一揉。拉伸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扭到，拐到，拐到脚，骨术馆什么东西？我妈买的样子。咦呀，一大一。我忘记了，但我记得应该是公演的某个时候，好像拐到，我忘记了，还是是彩排的时候，不记得，有可能是彩排的时候，礼拜五吧，但我就没有感觉，很没有感觉，现在觉得某个角度很像拉到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途中啊，就是我没有太大的感觉，途中转身差点跌倒，还好啦，其实忘记了，但我记得可能就是某个动作。这都吓一跳。转一圈的部分，是开头吗？开头应该没有。好一点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一点的感觉。在揉的时候不是就会酸痛吗？应该没有那么快啊。好想看淤血。但我没有淤血，没有淤血，看起来应该是拉伤。现在凉凉的。
嘿，他的手上都是那个。都是那个味道。红肿热痛，没有红肿热痛，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某个角度，你可以感受到它很像，它是拉伤的，它是拉伤的感觉。举手，呀。有点微妙。嘿，我的肌肉拉到，我也觉得是因为好像是这样拐到吧，这样往这边拐到，所以拉到这一条。好像肥皂，然后混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味道。翻船，但没有翻很多，就真的一点点，翻一点点。翻很多的话，就会像我之前那个没有办法走路。怎么可以有红包？我给你有红包，然后我抢不到。看看粉丝团吧，他没有说，我就会先开了。为什么会有打火机？什么？你说刚刚那个打火机，那个是阿飞上生日会送的打火机，我获得了一个打火机。再发誓，等我一下。这样我就想得到了吗？那我就抢得到了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来不及了吧？我开了，现在会送打火机，对，太好抢，还是那个是礼物啊，我忘记了。谢谢红包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加入粉丝团。游戏赢的才有，阳光还不够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阳光刚好有4000可以加入李佳丽的会员。郑秀是念狐狸手爹吗？
会虎年的吉祥话吗？伏虎生风。谢谢小英加入粉丝团。那个是上个礼拜四吗？礼拜四拍的。价钱的部分就不方便跟你们透露。对，这拍了蛮多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发。我应该先发个三篇差不多，然后就先缓缓缓缓。错过今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。这个生日应该会发。礼拜五我想改，但是我还没有去改，还没有改。会有桌布吗？桌布会有吧，只是现实动态是会有。会有吗？画质会好吗？洗碗洗起来，是懒得说，懒得挑照片的问题。现在我没改，没改。现在都还行。接粉了，我接了，我接了。特别喜欢粉红色的衣服吗？还是要看的，有的粉红色还是不一定。谢谢阿卡的石头，石头。对，没有要做年历。但是没有任何周边啦，没有任何周边，你们就看看照片而已，只有照片。自行制作，对，自行制作，自行制作。看更多，那个已经是差不多八成的影片在那里了。After Talk， 没有什么 After Talk。自己印成写，当新年贺卡。怎么还在生日送打火机的话题？不是已经过了很久吗？已经做合集，对。这次公演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次公演，这次公演特别的吗？说光爱情的间奏，跟白色情人节的。先走，跟
放置中打雾气会的部分。炸开的烟是烟火，旁边有烟火，不是炸开。没有怎么想出来，就是不知道摆什么，就是新年2022，然后2022后面要摆什么，然后就说烟火，然后我就当101搬在了城门椅上，足足的爬坐椅子。投票的时候有真的想打下去，他有投票吗？我是不知道，我没有印象。我只知道我基本最后跳了一个很大的错，很好笑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就跳错了。很跳出，对，他少了某个动作。他的小那已经不是抓不抓到，那个是。大错，特错。机会很可恶，呼机会，明显的那种，很明显的那种。我们彩排的时候也是忘记说什么，我忘记好像老是说什么，好像是谁说很可爱，然后老师就说不是很可爱，是很可恶。然后林婷丽就补讲，对，是很可恶，很可恶。跳左边，对，跳左边，也不是跳左边呢，他好像噔，这个没有跳，直接跳这个。然后这个没有接回来，就一直笑他，哼。想看林一生气的样子，我生气的样子你们会想看吗？我生气的样子就是很冷淡。身份现在怎么？如果真的要生气，我可能会2年不理你之类的。我最会赌气。如果惹我一次，就可能2年后再回来吧。你就2年后再回来吧。
是不会原谅你的。现在不要生气，对，请不要没事叫我生气。对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。不生一生气，对，能不生气就不生气，不然一生气就会生气很久。如果生气但握手会一百张这样，我就不跟你讲话，我看你一百张可以放多久。都惹我生气了，何必还要来握我一百张？意义何在？你的意义何在？没有意义。对。你看我看对，去谢罪，我是没有这么容易原谅人的。可以一百张的时间，一百张是土下座，不会啦，会惹我生气的人就不会特地来这边我一百张谢罪，没有人这么有心呐。毯子自己带不会，不然就不要啊。很担心，我还要帮你准备啊，不要。但有些怪怪的，对，总有些怪怪的，大家都怪怪的。还要帮你准备，你要谢罪，我还要帮你准备啊，不要啊。谢法兰森的麦克风。才没有人要帮你准备台。请你不要
擅自增加姐姐的工作。嗯，对啊，这样毯子会脏掉，你的裤子脏掉没有关系，毯子不能脏掉。不会在里面穿个护膝，又看不到。你们就先在外面先跪一跪再进来，就不用进来，就在外面跪，就在外面跪了，不用进来了，不用跪了，在外面就好，在外面不要进来。你自己立的 flag 跟我无关，我就不帮你收拾你的烂摊子，你自己解决。对，你的偶像是非常，对，没有人性，没有想要救你的意思。加油，加油，透露酱。你们在外面好好玩，好好玩。请自己坚强，请自己坚强。数字巨人要自己学会坚强。你的偶像不会帮你，你的偶像不灌给你鸡汤，对，是摧残你们的心灵。加油！你没有要跪，你刚说的就是你一副要跪的意思啊！你刚刚不是说了说，如果要跪的话，如果你看你都已经讲了，如果我要跪的话，你都这样讲，就代表你有想过，你就有那个1%的几率你会去跪。所以呢，你为什么当初要说这种话？你说这种话，大家就会成真，大家就会相信。所以以后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想法的话，绝对不要说。你是不是一定有那个想法？因为你都说出来了，就觉得你一定会做这种事情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，你已经回不去了。当你一直说想要毯子的时候，当你一直说，大家就没有想要听的意思。对，握手会。现在都不知道握手会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举行，对，三周年也还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，所以就好了，你们下个月再想。
说他跪十张，他跪十张。嗯，三十年空洒脱，三十年空洒脱，不知道穿什么。你说你们如果说会不知道穿什么吗？先度过三周年，撑过生日会，最后吃握手会。对，当三周年不行的时候，生日会应该也差不多不行。握手会顶多就再继续戴口罩。你的明信片还没开工，还没开工，但我猜今天应该差不多可以拿到吧，我猜啦，结果今天还是没有拿到。是不是在观望？生日会前几？对啊，就不知道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真的要赶公事，非常开心吗？你说十四号那天我还要熬夜写那个明信片吗？我也期待大家的生日礼物的，我期待大家的生日礼物。真的很痛我的脚，现在用那个滚轮在滚滚它。一日生日快乐，北极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是不是都对别人比较好？还没买，他是不是压29号？嗯，太许愿，我从家里妈那边收到的沙崩的那个什么什么去角质的。嗯，该先把生日礼物的地雷说一轮。衣服，衣服，那种洋装什么的不太需要。捂嘴吗 ？Hello Kitty。不能送贴布，对，不能送我贴布。口袋会退货哦，会退货。不要美乐蒂，我真的对三丽鸥其实还。霹雳米也不行哦，我就擅自把那个礼物上面贴其他成员的名字，然后请他带回去。你在跟他说这不是我的礼物，这是其他人的。马克杯不是很想要哎，因为马克杯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这种杯子。迪士尼吗？迪士尼的话，我比较喜欢海洋的东西。迪士尼乐园就还好。先转送 AK， 先贴 AK。真的，真的我会考虑哦，我会考虑，我真的用不到，我会考虑。
我真的会考虑，不是我会用啊。送史努比，史努比的话还是要看，史努比还是有可爱跟不可爱之分。写生日蜡烛，对，它这个不合适。但我很喜欢玻璃杯，算了啦。感觉怎么买都会撞，但大家很意外的是，前几年都没有撞过史努比的周边。有啊，袜子有撞过。要不然直接转，直接贴其他成员名字。对，大家是希望那个礼物流到其他成员那边去，还是直接流到某个地方去？查理布朗可能放在公司当吉祥物。玻璃杯会爆炸。嗯。送姐姐，送姐姐，就是难过，就是难过。查理布朗就是不太需要的存在。公司也不缺玻璃杯，所以我不要马克杯。对，我不要马克杯，因为马克杯有那个手把，所以我很讨厌。我很讨厌马克杯的手把。我觉得马克杯是一个，就是我是一个不需要手把的人。反正那个手把的意义何在？我就不会把它拿去加热。就那个手把很碍事，很占位置。你手把拿中间，拿中间这样子。所以我才说我不喜欢马克杯，因为它有手把。你的顺序不太一样。不喝热的就没事。史努比的漫画是先不用，我真的不会看，不会看史努比的漫画，我连他的卡通都没有看过，完全不喝加热的东西哦，不是很喜欢，不是很喜欢，马克杯，对，我不喜欢他的手把。我不喜欢有手把的杯子。拼图没有地方放啊。不需要马克杯，然后就觉得手把很 nice。没有，其实因为我就不是很希望我的房间有很多东西占位置。对，但就是很容易会收到占位置的东西。嗯，比如说娃娃这个东西就是史上最占位置，然后想要带回去也带不太回去，因为它就是很难，除非大家附赠我一个真空包装，可以吗？谢谢金鱼洲，就是你哦，请附赠我真空包装，谢谢。先把它压扁，再给我。
今天把它压扁，不然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带回家，这样我要分很多摊。之前就有人送我娃娃，然后把它放在压，就是真空袋里面，然后压缩，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超扁的娃娃。不然你知道一个袋子里面放一只娃娃，我就只能拿那一袋，我就只能拿那一袋，要么就你们就选择不要送我娃娃，真的可以选择。不要送我娃娃，压不回去。然后姐姐说有，可是他现在在哪里我不太清楚，是不是在宜兰？好像在宜兰。现在可以放出来，可以恢复原状。这张我去日本的时候，因为没有真空压缩袋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塑胶袋里面，然后压扁，然后打死结。嗯，当然有解压缩掉啊。还以为打死。谢谢莫罕的晴天娃娃。对，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好送的啦，哈哈。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啊，最近没有想要什么。蛮考验送礼智慧的。真的很难，因为你们送我的东西我又不太能用，就是不太能拿出来用，就很麻烦。对，看自己有人送。对，宋思雅的，你确定要把宋思雅的送给我？你确定我会比较喜欢？你可以送思雅口罩，我其实我不太喜欢有图案的口罩，所以我都只用那几个白色、素色、粉红色的普通口罩，跟那种口罩。他的包都不行，对，他很难送。
要耳环吗？就是我想要，但你们送我又不能用，就很麻烦，很麻烦。那我何必需要那个耳环？假如说你们送了我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耳环，但我戴上它我又不能拍照，你觉得我戴上它的意义何在？我就会觉得我获得了一个不能用的礼物。嗯，就很困难啊！什么时候才要解除这个不能用的部分？什么时候才要解除这个不能拍照的部分？那个，送难看的我就丢掉就好了，我干嘛要留起来？没有，只要不贴。不需要贴的照片就没有拍的必要。对于我这个很爱删照片的人来说，不需要发的照片就不需要拍。我都知道我不会拍，发了那我干嘛拍？对。我可能是怕走心。你们真的不要那么容易走心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真的是，这是人的问题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。拍下去也是不能，对，反正都会走心，对，因为不能用，所以他就会走心。爱用的没有用他的也会走心。或是他用了一次，然后第二次没有用的时候就会走心。啊，就是会走心的人就是会走心，你不管怎么防他就是会走心，只是他要比较早走心还是比较晚走心，就是都会走心。所以那你何必管那个人呢？你何必管那个人呢？嗯，走心就不要送，走心就不要送。我们又不是这样，比如说，我今天从某个粉丝这边收到了一只梳子，好开心哦！谢谢马修的爱的熊抱，对，好开心哦！我有一只闲上的梳子，我用的很开心，这样吗？我要这么嚣张，是不是？不会这么嚣张。谁这么白目？谁会这么白目？啊！我今天又收到了谁送的梳子？看我今天用它梳我右边的头发，然后我拿另外一只梳我左边的头发，这样你开心吗？这样会开心吗？要这样使用那个礼物的部分。然后以后我就会收到十只梳子，然后就说我今天先用这个梳子梳这边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梳子啊梳这边，就说哦我都有在用。太困难了吧，太困难了，绝对不会，太累了太累了。太难了。对啊，真的很难。会走心的人就是会走心，或是这个人的粉丝就是比较容易走心，然后就会导致其他人也不能用这样子。这就是要教育，偶像教育，教育你们。也会有人走心，所以呢，我这个人就是走吧。不想用，我就会用；我不想用，我就不会用。我想用，我就会用；我不想用，就没关系。谢谢小英的带你去流浪。
我还不记得啊，这是谁送的？对，因为大家最喜欢这样子吧，最喜欢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他都有谢谢他粉丝送的礼物，你没有谢谢？我一定要谢谢吗？我有在用啊，我就不想明说而已啊。我要这样公开说，谢谢谁谁谁送的数字，谢谢谁谁谁送的睫毛夹，谢谢谁谁谁送的手机壳。他没有谢到又会走心，那我就都不要谢，这样是最安全的。但我可以用，不行吗？我不能用吗？我不说，但我可以用吧。只是就怕这个到时候又会有一些很白目的粉丝会说：“哦，我现在在输这个东西，但我没有讲。”然后就会有人截图说：“他手上那只梳子是我送的。”就说：“啊，我就要被骂了，我就会很难过。”为什么我要被骂？这样子，或是，假如说我今天买了一只，对，我今天买了一只梳子。然后我就很普通的在使用它，结果刚好某个人送了这个梳子给我，然后他就以为我在用的是他送的那个，然后我就要被骂，我就不懂，所以我们刚好买的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就不能用那个东西，可是我就会觉得，为什么不能用？然后我还要出来狡辩说，这个扇子是我买的，我使用的不是你送的那个扇子。然后这样他就会走心吗？太累了，太难了。谢谢草莓酱送的会员日记。对，还是什么意思？创伤也不行，真的。对，假如说某天突然开放了，然后我们就很正常的开始使用粉丝送的礼物，对吧？我们之前很开始的使用，然后可能某个粉丝意识到了，就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某个粉丝送的，然后他在用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他怎么可以用谁送的礼物？又不能明说，说了又要开始，就是很难，很麻烦，你们很麻烦。大规模走心，大规模走心，你是不是都比较喜欢谁送的礼物？因为他送的比较贵。麻烦的走心怪，麻烦。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是不是不喜欢？所以你都没有用。哦，我一定要马上用的意思。我收到一定要马上用，是不是？禁止送礼物。很难吧？大家仔细想想，是不是也很难？希望之后可以用。这就是自己做抉择。如果你觉得就是自己的粉丝会走心，那你就都不要用，对吧？那如果觉得算了，他们要走心就走心，然后我用，然后他们确实走心了之后，就是自己负责，不错，自己负责。我也不能怪公司说，为什么他这样。
样子，然后害我的粉丝走向，就是为何？他说我不希望我的粉丝走心，我就不拿礼物出来。然后因为某个人他觉得他的粉丝不会走心，所以他拿出来用了。然后他的粉丝就会跟他说，为什么你不用我的礼物？然后那个人就会去跟那个人说，为什么你要用粉丝给你的礼物？这样我的粉丝会觉得为什么我不用他的礼物？然后我就会觉得，这是有多道德那种纠缠的。这多段的那个要处理多少时间？我觉得公司现在就是在那个上面要处理这个东西太麻烦，所以他才全部都禁止。因为假如说他开放了，就会有很多这种，你去叫他不要用粉丝的礼物，为什么我不能用？然后就会开始吵架。对对对，会开始吵架。这些公司就懒得处理。要求要求加油。Adidas， 你想防都防不了，你想防就是防不了。对，或是说，因为像其他团体，或是比如说现在 AKB 都可以用粉丝送的礼物，但他们都敢用，就其实我觉得应该一定会有这种问题，就是他们没有去在意，就是算，对，所以一定会有啊，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一定会有，其实就是看你。觉得那个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？对，当大家习惯了那个模式之后，就不会去在意这个小事情。因为其实他们以前，尤其是那种本家比较待比较久的成员，粉丝送的礼物一定很多。大概跟山一样吧，他也不可能每个都有用啊。那如果要走心的话，就是走100个之类的。嗯，对，这就是大家的想法的问题。如果你觉得不管他有没有用，你就是送的开心就好。但如果你当初就是希望他。就是很明显的拿出来用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心态问题，就是你的心态问题。就比如说我当初送，就是当初公有诊所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是做了某个东西，然后送给他，就是放在那个礼物箱，我也是抱持着反正他也不会用的心情，然后就送过去，就想到，反正他应该也不会看到这个礼物吧，就是那个超级，对，你知道没有期待，对，没有期待没有伤害，就是这样子。反正这么多人送他礼物，他也不会这样。但是我就是想送，所以我就送了嘛。我是想送，所以我就送啊。管他有没有用，他就算丢掉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只想送。我是佛系，对，我是佛系粉丝，所以我就是不太懂大家的那种、要送的那种感觉。嗯，三粉送的衣服，啊，可能就适合啊，他喜欢啊。要送到成员喜欢的衣服也是蛮厉害，通常女犯比较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。嗯，他拿了别人的礼物。会走心、啊、什么意思？会走心吗？不会，因为有的偶像不是会拍，就是比如说这次的什么活动，他收到了这些礼物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然后就会找嘛，就会找里面有没有自己的。但没有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嗯，应该只是太多了，在某个角落这样子安慰自己，是不是？安慰自己，对啊，不需要拍到，说不定他只是先拿奖。
太乐观了，是不是？我太乐观，对，应该只是在某个角落刚好被挡到，绝对不是没有送到啦，一定有送到。这女生差不多，对，这就是有没有努力去看那些东西的差距。太佛了，对，说不定他超喜欢的。对，不要往坏处，不要往坏处想。喜欢的东西，送女孩子送，对呀、啊。开心也是一天，对，可能往好处想的地方，我们就都往好处想。看错人，对。如果你要觉得你送的那个礼物就是，他可能就是超讨厌这样子，那就是你的想法，你就希望，你就想象一下他超喜欢。嗯，对，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体验到那种去问偶像说你有收到我的礼物吗，然后他如果回你没有的那种感觉。应该是不会有人说没有吧，我没有说到。但因为大家不是握手会还是会来问嘛，因为别人，因为说直播的时候就不太会回这种讯息，但是毕竟握手会是一对一，所以你问我的话我是会回你，只是有时候就是需要思考，因为我不记得谁送的礼物是哪个。我真的是不记得哦，真的不记得。因为就你知道吗，史努比的东西，假如说现在有十个，然后这个是谁，这个是谁，是谁，我还要连连看，我就是不会记得，我不会记得这个是哪个人送。你的礼物有送吗？嗯，应该有吧，应该有吧。对，除非你跟我讲说我送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有收到吗的时候，我可能才会知道哦，我好像有收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。对，我真的记不起来。你有收到我送给你的礼物吗？诶，是哪一个的时候，我那个脑海里的第一个东西一定是哪一个。很特别的才会影响，很特别的才会影响。比如说，我突然收到一个，突然收到一个蜘蛛人钻了，到底是谁会送我蜘蛛人？然后我就会去看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到时候他就会说：“你有收到我的礼物？”我说：“你干嘛送我蜘蛛人？”这样子大概就会记得这种我特别就是觉得很问号的礼物的时候，我就会记得这个是谁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送我 Hello Kitty？ Hello， Hello。这样子，我大概就只能记住这种问号，就是，嗯，你确定这个是送给我？然后会检查一下那个粉丝到底是谁，说啊，是送给我。现在蛮有印象，就觉得是蜘蛛人，然后到时候就说他还在公司，我没有带回家，然后你就会走心了。我都算好了，算好如何。让自己的粉丝走心，这就是我的特技。我的才艺是最会让粉丝走心。不要再走心啦，不要再走心啦。
因为你们姐姐会把礼物的名字拿掉。要看要看，通常他通常送礼物会多送一个卡片，但我是没有。或是假如说你是写在纸袋上，然后纸袋拿掉了就没有，就没有。纸袋拿掉的话就看不到是写什么。原来你有推我，对，原来你有推我。可是才会拿掉。Hello， 掌葵，对，主动删除粉丝。我从以前就被讲到现在，大概从什么 Life Me 那边开始就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谢谢金柚的我的观众，能不能让杨琼做？杨雄，杨雄是一个很迷的一个人，我不懂。送这些都当做有收到，通常都有收到，通常绝对会送到，除非你送的不符合那个规，就是不符合那个规范的礼物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不会送到。不然通常他都会送了，他都可以把那个 Hello Kitty 送到我手上了，你怎么绝对会没有送到我手上？他就是走心的。成为数字君的必经历程。没有没有。送的人会知道，但信就不一定。走心还会走回来才是真饭，对对对。毕竟历程是走心。但我的这个走心的部分应该不是我的问题。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可能他今天就特别低潮，然后我可能没有回到他的讯息，他就会很难过。就那种就是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嗯，他就觉得，对，就是走回七天，对。懂得学习的人，嗯，成长，从头回来才是真爱。不走心就不是真饭，这说法又不太一样，这说法又不太一样。不走心的是就是正常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走心的粉丝叫做正常，然后走心走回来就叫做哦，他有试图想要回来的意思，就是很棒。那、啊、如果走心就真的走的那种，就是不在我的范围里面。嗯，那就是没有谁的起床对。用心才会走心。
太用心了。因为你们多了一个期待，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期待。我这个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期待，不要期待，就是我要期待这次生日没有人帮我庆生，我先期待没有人帮我庆生。大家要学习你的偶像，什么东西就是先不要期待，对，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先不要期待。比如说五单三的是零星，先不要期待，我先不要期待大家会开心，对，大家应该不会开心。先不要期待这次的歌会是什么歌，先不要期待这次的衣服会长什么样，都不要期待，都不要期待。所以到时候就说啊。哦，这首歌好像蛮好听的，这套衣服蛮好看的。哦，因为大家是没有凶，很凶这样子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不要期待任何事情，就是降低你的那个，降低你的标准。我先不期待，对，不期待。把标准放低，对。每件事都是惊喜，惊喜。太佛系的来期待，对。先不要期待。接到了转到，接到了转到，对。反正这么多人一定不会丢到我这边，那如果真的丢到我手上，那我就是幸运。啊，我就幸运啊，怎么办？我本来就没有想要接到，啊，就接到了能怎么办？你就没接到，这样。我就接到了，啊，你就没有接到，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要接到的。那些歌都蛮，这些都蛮好看的。走心，快走心，走心仔。我昨天剪的刘海很奇吧，下半身很赞，我没有说下半身很赞的。谢谢一夜当中，躲家肚脐，躲啊，能躲就躲，能躲就躲。公演后，对，其实公演前也有修啦，只是没有修这么多，因为你知道公演有时候跳一跳就会上去。生日礼物，我的生日礼物，希望大家去，去握手会，
有羞嘘嘘吗？没有羞嘘嘘。他是找小葵握手。视讯会，请大家代替我去参加视讯会，谢谢。虽然应该截止。那也要抽得到，自己抽，不要啊！请大家去帮我跟小葵握手，谢谢。弹一通视讯过去，我不要。我不要啊！我是内向菜，我是啊。我不期待，我们不要期待，没有收到就没有收到，我们不要期待，说不定人家很忙，对。剖析过生活，我们要剖析。谢谢祝林生日快乐！不用，你们去找他聊天，去参加视讯会。我已经几百年没有开抖音。我东方现在没有金币，我很难过。我想要抽卡。你想删掉了。玩这个游戏的精华就是要抽卡，然后抽不到就是差不多可以删，抽不到就是可以删了。2873
冲杆冲不到。無料ゲット怎麼還要加入會員只能抽一次，我已经忘记了是多少可以抽十抽。因为我刚刚看推特有新的卡，我就很想要，可是我就没有，就是抽不到。找不到了，我找不到了。4000是十抽哦。哎，那我还要再抽1000多，快2000。赢一次十抽的不行。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抽了三十抽。然后就没有，然后就放弃，我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了。为什么的推特划不完？我明明刚刚有看到，突然开始抽卡，就说我想要刚刚他那个卡，因为我刚刚划推特，他说有什么卡。是什么？谢谢小英的香槟。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香槟？谢谢香槟六连击。多蹦多，都不，哎，不是香槟。都，哎，不是香槟吗 ？AKB， 找到了。真可爱，哎呦，这个很可爱，想要这张，什么 Fortune Cookie Event で登場するカードはまだあります。所以这是那个什么 Fortune Cookie， 那又是什么东西？看怎么拼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我永远拿不到，放弃。说放弃就放弃。那些爱心是过期就会过期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还是我太久没有上线，就是它全部都删掉。输了，又有元旦，也被他的账号借我玩。一整颗都不会啊，多内才有的吗？它就是过期，原来它礼物箱会过期啊，我不知道，不会消失，所以我有玩过吗？我竟然有玩它吗？那要氪金才有吗？好像是那个钥匙，好像要氪金还是怎么样？呀！
礼物箱会过期，所以我礼物箱现在都是过期的，就是是空的，超空的，可恶。谢谢啾啾你哦。哪里会过期？他们说礼物箱会过期。我想说应该会有很多可以领吧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谢谢人们领的抽抽你。为什么我突然这么多卡？那要花钱才有机会，而且3%几率，耶，3%。有3页还没领，我没有这么多东西，刚刚是空的。绿色。那就为什么加我？N 卡小葵，哈，我输了，当然是没有啊，我最后一名，我获得了一个饼干，可是我没有糖吃，这是不是又是那个要计算的？找一张 N 卡，回锅抽好卡，然后就可以验明。对，对，其实他没有那个回归的那种活动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来。谢谢戳戳你。饼干抽好运，红色，哎呦，不啾啾，给我，我想要加他3，但他一直不让我加。有没有12？有没有12？给我12，没有。绿色，我也想要一直待在家算那个分数，然后拿金币啊。就那个真的太花时间了，所以我放弃了，放弃。我会忘记上线。我赢了，我第一名。1、2、3、4 ，OK。是不是这个月的已经重置了、那个排名？我刚刚随便玩一场就蛮上面的。呀，上がるのは私たち。10，玩的人越来越少，那我就可以获得很多金币。呀，月球应该是重置吧？
天十号，十号是什么意思？十号是重置的意思吗？十号是重置的那一天吗？500金币是多少？我忘记了，是不是有就有100？500是进排名多少？从这已经够11天了。呀、yeah, ，为什么一直加我牌？过了10天 ，Why 我出不去？500是前20名，前200名拿500的样子。前200名是不是太难了？我曾经有拿过前200名吗？我是不是都拿100、100而已？我是100、100拿2000，然后再拼那个钱多少？但也没人在玩的样子。绿色啊，第3名。我看我现在多少？我现在有371、911、433跟304，还有718。固定时间上线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可以考虑载回来。前面团那个资料库会非常之庞大。问小哥什么时候上线？我就是没有遇到过啊，请他默默的上线，趁现在没什么人在玩。我还没有那个他的那个称号。直接加入吧，直接加入吧。有一个台湾人出现了 ，Lucky Zuki， 看到了，家宝，新的活动。他没拿到神推，上次还跟他说会拿到，没有，但没有。神推要3000场是不是？3000，根本没有这么多。我现在还差点，应该还有差2000多，超缓慢的。12，没有12，可恶。其实太难讲，我看一下我现在几场。那怎么看？是什么战机？
我现在1410次，我玩了1410次，还没有哎。那个村号是不是要2000才有？差1590，1590好多。蛮多的，还有两颗，拜拜。等一下玩完就结束，我今天玩完就结束。为什么有的人的称号看起来很强啊？我可以这样放大，好酷。K， 你看可以放大。免费爱心可以玩，我这个玩完就没了。绿色 ，Why？ 谢谢吉米做的猪猪你。怎么你们相遇了是不是？自己还哭还哭还要哭，好，放心吧，不要走心。那我赢一下，放枪，对，我放枪了。K， 来 ，No， 我现在很多牌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群人都加我牌啊！你加你二。请让我赢一场，拜托，谢谢。好，十，给我十，给我十，没有。蓝色，给我蓝色啊！十出来了啊！蓝色啊，没有啊，哦，妈妈妈妈妈，我现在牌很多，这怎么可以？为什么我一直输？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我已经结束了啦，没有爱心了啦。算了，放弃你们，结束这个游戏，划掉。看那都四川人，好点好点，好嘞好嘞。存的爱心，之前存的爱心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还是我真的有把它用完，反正现在是没有。
不管，我要来念排名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砍掉，砍掉。第九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八名是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。第七名是柯基鱼，谢谢柯基鱼。第六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，谢谢十一。第五名是罗曼林，谢谢罗曼林。第四名是金米粥，谢谢金米粥，谢谢金米粥。第三名是 Marshall， 谢谢 Marshall。第二名是数字家，谢谢数字家。第一名是小英，谢谢小英。耶耶，大家记得去按赞我的新的文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再来就是13号，对，我会改，我今天立马等一下发现实动态改 OK 13号。拜拜大家，拜拜大家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凌晨再来发，把那个大图丢一丢，因为贴文就很难丢大图，所以就现实动态丢一丢，丢一丢，你们就赶快载一载，载一载，一分钟我就删掉，删掉，删掉，不然会那个扰民，会扰民，所以我要先删掉。对，我看看13点啊，13号，13号吗？可是你知道凌晨12点跟1点是一个还是很多人的时间，所以要么就是那种3、4点。对，好，决定再说，决定再说。拜拜，我先看嘛，我先看那个，我会看，我每次我都有看，就是我每次都有先看那个阅览的人有谁这样子，所以想说哦，这个应该是会下载的人，这个应该是会下载的人，那就相信他，然后我就删掉。OK， 现在都是12点的时候是最多人的时候。OK， 好了，不管大家了，拜拜，我们就。13号见，13号见，拜拜！不要相信包子，不要相信包子，拜拜。